大家好，我是老谭。然后把那竹简腾出来，等下给拿两只竹回来围起。这个竹简从我们修房子修好了过后一直没用，现在来感受一下。那个门板等下弄起来做那个竹简门，我看挡不挡得到嘞？还要得。把那竹草给它扫干净。你才下班吗？那走嘛，要弄起来给那个。那你喊他开车噻，开车在那不忙噻。我说真的，闺女，他归到凌晨上去的。那就是那个没毛的嘛，反正他就是。五百斤。那个是不是吉利？二五零。出发了。哎呀，我说这个是的，不加水，看到不？等下看嘛，如果实在不得行，就过一过就烂了。等下从个弄过去，旁边一个网，他那不让进去，我们在那等他个人要出来就是。这些东西是开不得玩笑的，是吧？都是喂的两个哈，那龙虾一般都喂不得好多。弄，快来！有个黑猪啊！快来上车！一个黑猪，一个白猪。哇，那个黑的猪好肥哦！上车！来，这玩意像几百斤的猪，你不大啊？上车！快！快！我有个那个裙子呢，我鸡腿了，还没拿，还没吃饭。哎呀，那个没得，这是办法，没办法。抢救！那个猪的屁股都露了一半了，都。好，走，弄些过程的。落好了的。五百七十公斤。啊，看到光提到哈。这个光价要做多少高？黑猪一进屋外，虎视眈眈向天府外。下来。好，我走厕所，那是厕所，师兄。那个门小了，我那个猪圈哈，那是第一次为两个大肥猪出来。好。哎，那个还是给你整的套装门，你还不愿意？我约到我。你今天本来天整的照亮，那洗饭都看不到菜，准备洗饭两次。这黑猪好好。好贵呀。买灯了，就我们那个车子照亮。哎，这店停了好久了嘛？从中午到现在，现在都还没来。说那是水电是不能缺，那个气缺了嘛，还可以烧菜。看见了？没电来了，还是把那个猪煮了晚饭，开那个瓜来给我再去煮起，再弄点泡面。鸭子都吃那些，我都想吃了，开始。等会儿直接吸嘛，等你吸了好，改天喂猪。南瓜煮好了，放点豆腐面。他这个刚蒸起不来嘛，给他煮好点嘛。
来油来油，吃完就走喽。你不是你的饭碗都是贴了瓷砖的，还是高档的？这有点烂，还没切。老老快切哈，今晚上给你煮的好的，包谷面不难过，巴适得很。啊，切了管多长点儿嘎嘎哈。